阳光洒落在黑白色建筑外墙，层次分明的光影变化在翠绿山林中格外耀眼。位于北投区优雅路上的北投亚太饭店是由日本建筑师广泽荣一量身打造，外观以简约黑白色为基底，黑色代表凯达格兰族简朴特性，白色如同温泉烟雾般缭绕，同时也象征着白昼与黑夜更迭，为旅客提供全时服务。建筑师刻意以留白方式保留饭店前方数百坪的户外广场，除了举办婚宴、节庆等大型活动，父母也能带着孩子在这里奔跑嬉戏。春夏之际，聆听蛙鸣蝉声，感受蝴蝶翩然起舞的惬意。亚太饭店独揽丹凤山美景，整片青山环绕，住宿泡汤十分疗愈。走进饭店大厅，宽敞挑高的设计空间能够释放压力，准备享受一趟美好旅程。柜台人员亲切贴心的接待服务，让每一位到访旅客留下深刻印象。北投亚太饭店共有140间日式禅风设计客房，分别为经典客房、豪华客房及亚太套房，以原木地板搭配实木家具，打造温馨舒适感。豪华客房的宽敞空间规划日式禅风专属沏茶区，边品茗还能欣赏怡人山景，搭配独立的温泉浴池以及独家设计的原始冷水波，在房间就能享受三温暖的同体舒畅。想要享受更尊荣的顶级享受，可以选择入住亚太套房，日式简约风格，独享客厅专属空间，暖色系的沙发质感，适合家庭共享亲子时光。如果想要单纯泡汤，饭店还有日式和式汤屋、顶级日式榻榻米，空气中弥漫蔺草的自然香气，让人放松身心。泡汤前可以参考饭店温馨提供的入池步骤，一旁的黄色小鸭还能随时监控温度，超萌造型增添不少泡汤乐趣。喜欢户外泡汤的旅客一定不能错过这里的森汤屋，边泡汤边欣赏丹凤山美景，直接投入大自然怀抱，泡着饭店提供的白黄温泉，乳白色的泉水可以软化皮肤角质，促进血液循环，达到放松筋骨的效果。十月份进入泡汤旺季，北投亚太饭店推出温泉美转小旅行一日游超值专案，除了大众汤和汤屋多种选择，还能搭配下午茶或晚餐。下午茶有无燕纳渔夫堡、香煎干贝左虾卵，以及深受饕客喜爱的覆盆子生巧克力、抹茶蒙布朗等主厨创意甜点。午后搭配一壶精选热茶去油解腻，满足味蕾享受。晚餐部分则由师傅烹调正宗中华料理，蒜虾明虾球拼蜜汁小羔羊，野黄海螺鸡炖翅，花雕醉仙包，辣味煲仔饭和法式甜点，色香味俱全。坐在大厅旁的绿样餐厅用餐，感受绿意盎然的宁静氛围，丰富感官飨宴。如果想举办大型宴会，可以参考6楼亚太宴会厅，如流瀑般的大型水晶灯饰，设置多元影音设备。婚宴也可搭配户外广场的露天证婚仪式，让宴会厅成为抢手的喜宴和尾牙春酒会场。此外，丹凤厅拥有独立的露台空间，户外青山环绕，充满绿意，适合举办大型会议。北投亚太饭店1楼打造丰富多元的乐活天地，强调身心健康、娱乐兼具的休闲空间。桌台游戏竞赛区设置手足球和漂浮球，
提供房客免费使用。透过刺激的竞赛游戏，拉近亲子距离。另外，更首创虚拟实境体验空间，戴上 VR 眼镜，坐上动感座椅，随着麋鹿牵引着进行丛林冒险，或是坐上赛车椅体验飙速快感。饭店引进时下最受欢迎的侏罗纪公园机台，宾客可以邀请队友一起来当神射手，找寻躲藏在各个角落的恐龙，小心可别被翼龙盯上，因为一旦被抓走，直接宣告游戏结束，心脏不够大颗的可能难以承受。家长还可以带着小朋友走进隔壁的 DIY 教室，除了柜子上满满的桌游，饭店还不定期会举办艺术课程，让家长陪同孩子完成专属作品，享受亲子时光。介绍饭店设施，绝对不能漏掉一楼的室内游泳池，长20公尺，宽5公尺，水深120公分，一旁附设60公分深的儿童戏水池。泳池一边是整排的发呆亭，充满着南洋度假气息，另一侧则是酒吧区，每周六晚间8点有乐团现场 live 驻唱，让旅客喝调酒听音乐，度过悠闲时光。如果觉得泳池提供的水疗按摩 SPA 不够过瘾，饭店二楼还有顶级的芳疗 SPA 服务，简约食材搭配暖色灯光，每一间疗程房皆有沐浴间、置物柜及独立温控，随着芳疗师双手律动放松经络，搭配大自然疗愈音乐，让身心彻底放松。饭店特别引进了德国原装高级精油，依照旅客的喜好来调配香味和疗效，提供客制化服务。北投亚太饭店距离新北投车站车程大约8分钟，饭店免费提供接驳服务，每小时会有接驳车载旅客前往新北投及北投捷运站，沿线还可以搭往北投温泉博物馆及北投图书馆，方便旅客就近走访北投著名景点。回程在捷运站上同样有接驳至饭店服务，旅客可事先掌握时刻表，前往亚太饭店专属站牌候车即可。秋冬之际，想要泡汤暖身，又想亲近大自然，可以选择临近市区的北投亚太饭店，搭捷运就能安排轻旅行，适合上班族放松身心，或是全家出游享受天伦之乐。